Ladies and gentlemen， 你是转播拳击赛是吧？没有想到，当当当，宪哥常要用这个哦开头。不用不用，他们都已经在，都已经在了，用别的用不了。好，开始。各位来宾，怎么样？注意啊！现在接下来这次的这位特别来宾就是萧敬腾，欢迎萧敬腾。超强主打星萧敬腾 rock 一整夜。怎么那么大只啊？萧敬腾，你比我执着还多。哇，那是林峰吗？不舒服啊！好的呀，看不下去啊！不是的，宪哥，听我讲，上一趴你们每个都有唱到哦，我到现在都还没唱到啊。刚上一趴我们都有唱，你没唱到的，那就对啦。是啊，你什么萧敬腾？我看到你我胃都疼了，来萧敬腾。你这个萧敬腾的，拜托你，很疼的唱吧。让我唱一下，我很想唱，而且萧敬腾。哎，奇怪，最近萧敬腾有在这个。是越吃越多的现象。对，而且你刚一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其实大家很开心的。对啊。因为门一打开的时候，你露了屁股，我们两个哇，我们看到萧敬的屁股，可是越看越不好，越不舒服啊。不来，不要掀太高了，还露骨。而且灯会，我第一次这样介绍你就出来这样子哦。讲到骨沟，宪哥都会特别有反应。对啊。事情都过这么久了哈，所以原来还是有反应哈。对呀，我不会想到骨沟，我想到乳沟妹。话嘛，刚刚演到一半之后，我看了一下收视率，我们现在已经荣登冠军了。哎呦，哎呦，而且你这样这个，所以完全是因为你这样很疼的萧敬腾，他屁股会翘起来哦。对啊，真的是。后面啊，萧敬腾一来，如果万一收视率有什么闪失，就是他的问题。我们最起码找到台阶嘛，对对对对，是不是？各位，今天真的就是萧敬腾的演唱会了，而且把那十八般武艺全部搬上舞台，没错，也只有在这个节目才看得到的。已经来了，萧敬腾跟另外一个人一起来，谁？还有王菲。他要唱新歌了，他是也新歌。啊，这个歌是叫做王菲啊。对啦，对啦，还好不是黄菲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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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红酒杯，嘴唇上染着鲜血，那不寻常的美，难舍面对罪，谁忠心的跟随，充其量当个侍卫，脚下踩着玫瑰，为今一个吻当安慰。可怜像春梦的音乐，叫人们沉默沉眠，不知名的香水，窒息的鬼魅，锋利的高跟鞋，让多少心肠破碎，玩到一半的美，捍卫你的秘密花园，把手举起来，夜太美，尽管再危险，总有人黑着眼眶熬着夜，爱太美，尽管再危险，愿赔上了一切，消失千年的泪，痛太美，尽管再卑微，也想尝粉身碎骨的滋味，你太美，今晚在午夜，我丢下用世界隔着世界，我的王妃，我要霸占你的美。那最近的夜，听起来多么愚昧，你武装的防备，
上你的心事，靠近我一点点，是不一样的世界，暗示在我的肩，我用生命为你加冕。夜太美，尽管再危险，总有人黑着眼光熬着夜。爱太美，尽管再危险，愿赔上了一切，潮湿千年的泪。痛太美，尽管再卑微，也想象粉身碎骨的滋味。你太美，尽管再无言，我都想用世界勾结世界，我的王妃，我要霸占你的美。潮湿千年的泪，痛太美，尽管再卑微，也想将粉身碎骨的滋味。你太美，尽管再无言，我都想用世界隔绝世界，我的王妃，我要霸占你的。Super Star 真的太帅了，太嗨了，太嗨了，现场真的要嗨翻了，有没有看到？好嗨哦！哇，这个什么叫做震耳欲聋？对啊，而且能够当我们这个开播的大来宾，绝对是不容易，对不对？哎，来来，先跟大家问候一下。信哥好，大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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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是讲不出人家名字？没有，罢工了，不会怕太慢了。对啊，鞋子哥啊，好。旁边这不认识我，原谅了。哎，不是了，他认识我了。哦，真的，讲不出来。你管你话，粉丝都对啊，对啊，看你追低迷啊，他们这样追随你多少的岁月了？是不是以前唱民歌的时候就在？对，有一些，有一些是吧？有慢慢增加的一个现象啊。哦，你的反应是什么？真的很神话呢。以前从那个很小的地方开始唱。然后慢慢一点一滴，一点一滴，一直累积下来。后来现在你知道吗？他竟然现在是金曲奖最佳男演唱人奖入围者。入围者，不要那么小声，能够入围就是一种入围就是一种肯定。对呀，对呀，对呀，讲一讲现在的心情，能够入围这个。其实我真的相当兴奋啊，真的。对，那就谢谢大家。啊，今天接着下来，因为等于是他的演唱会，来一首不一样。好，这首歌是全世界受刑人最喜欢的一首歌。真的？为什么这首歌？有，因为他们关完之后要离开监狱的时候，饭要吃完，有这首歌，然后不回头，也不说再见，同时要过火。哦，贵会，贵会啊，对啊，贵会，我知道那个贵会，可是他唱的这个不是跟那个意思不一样，是吗？今天啊，穿这个样子就知道马上要加入我们主持班。不是啦，今天他来是有目的的，除了刚刚演唱的他大家非常知名的王菲之外，因为他也入围金曲奖，金曲奖。接下来就要让他好好来介绍一下所有的金曲歌王的歌。哦，所以今天就干脆以这个主题啊，就唱金曲歌王得奖者的歌曲。对，所以像刚刚你提到那个贵会啊，贵会是有这个歌叫《过火》没有错，但是不是那个受刑人出来做的那个。我这个人不会挑拨离间，但是我讲实在话，你唱《过火》比张信哲好太多了。你这样还不挑拨离间？这样还不挑拨？没有啦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对不对？前浪现在都不知道在哪了。没错，没错。所以你就唱新的《过火》。我只是说他唱的比他好，你竟然说张信哲死在沙滩上，所以你现在意思是要把这罪过背到我身上就对了。我跟阿哲是好朋友，他这样讲的太过分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萧敬腾也可以唱出他个人风格的。你看我算像不像三姑六婆？